这群人就是被戏称为连人质都不想碰到的特种部队，俄罗斯阿尔法。以阿尔法的彪悍作风，其实这些人不应该勇于反恐，而是应该把他们投入到敌后才能发挥最大程度的威力吧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阿尔法是怎么进行格斗训练的吧。